嗯哼，这是谁呀？一件浅蓝色 T 恤映衬出凹凸有致的身形。哟，这不是新妈李小璐吗？日前，李小璐在自己微博上晒出自己端坐在艳阳下打坐养生的图片，似乎正在享受过去的端午假期呢。当然，不少敏感的网友对此立马联系到前段时间她被莫名卷入的视频门，而看李小璐主动晒照的举动，心情已经相当不错了，相信已经从乌龙事件中走了出来。